体地，我用心来交陪，真心爱你心无别离。咱牵手走过生生世世。我进前讲要做你的情人，嘛不是凊彩讲讲的。虽然哦，这句话查埔囡仔来讲有淡薄歹势啊，啊，不过这拢是我的真心话。阿爸，我想要做陪伴你一世人的情人，咱结婚好不好？你要跟我结婚？像你互人歹势话，你会不会和我讲第二届啊？还是讲你还袂准备好要跟我结婚？你莫看我敢若是啥物拢有千金小姐，啊，跟我结婚会负担遮大。啊，其实我这个人无啥物物质欲望，嘛袂想要买啥物名牌。我敢若希望咱会当欢欢喜喜快乐过日子，安尼就够。那安尼，为什么在我发现青云爸爸就是杀死阮老爸凶手的时阵，青云煞要跟我结婚？为什么？苗文为什么要安那创立阮两个？虽然我知影青云伊是无辜的，我嘛足爱伊的，不过我只要一看到伊，我就想到过今天这个乡民得鬼，我哪有可能搁假装无代志去接受青云的感情？咱嘛无一定爱甲阮爸住做伙啊，咱会当出去租一间有庭院的小屋，阿娘用一只小狗狗，替伊去一间小狗屋。啊，放假的时阵吼，再邀请朋友来厝内底烤肉啊，啉啤酒，感觉安尼好不？这些听起来真正足幸福，嘛足美满。那是你较早，我应该欢喜甲跳起来啊！感觉家己是全世界上甲幸福的查甫人。也毋过即马，青云，我真正足爱你的。毋过咱的幸福，一世人注定永远拢无法度实现啊！爸，你是安怎啊？咱在流目屎啊！你是不是过感动啊？我家己愈听嘛，愈感觉足欢喜的呢。我从来冇有这种真想要甲一个人建立家庭的想法。虽然有淡薄不甘愿，不过迄个人是你，所以就算哦，你感觉我并袂足够，我嘛袂要紧。但是爸，我爱你，咱结婚好吗？你若是不想要即摆跟我结婚，不要紧啊。可你为什么要跟我讲分手？因为这是我最后会当保护你的方式啊。我即摆讲了足短的，我唔知要讲啥。你是不是偷咬我？你不爱我？
多重要啊！这真重要。咱昨暗不是才做伙为阿爷考的违建，咱才做伙思量阿爷。为什么今仔日你讲变重点？你若是要跟我分手，你至少要让我知影原因啊！当初是我跟你交往的时阵，梅啊，我真正感觉足快乐、足幸福的，甚至我搁认为讲，我当一世人安尼下落落去，到后来，我知影你是鬼见的查某囝了，我来看清事实啦。因为咱根本就是无同款世界的两个人，你若是无介意和人讲交攀，还是讲你感觉伫阮爸的公司做工课压力足大，那会当做伙出去开店做其他的生意啊？我愿意陪你吃苦，你不用受委屈，也不用看我们爸的面色。对我讲，你是同款，你是过境的查某囝，这不是你的不对。我们当作只要人要互相依赖，就当冲过所有的阻碍。我才知道我错啊，这拢是我家己在想的尔。结婚是一世人的代志，不是一句我爱你，得当解决。我真正无迄个自信，会当打起你一生的幸福。假使讲，若是要用安尼，两个人继续做伙，到最后，所因为失望来分开，那你不如即马就切切，互你家去找一个，会当互你幸福的人。对，我这一切拢不合理。这不是你的真心话。自从咱做伙了后，我有看到你的改变和打拼。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地下车的帮狗啊！你是咱直播平台一哥，我爸伫都足看重你的。你即马家己所有成就，还佫有事业，都是靠你家己双手打拼来的。为什么你还讲你无自信跟我做伙？你莫甲讲这一哥好吗？你敢知这一哥是用我的天真，还佮补底送换来？我即马若是跳了这面，我就想要吐的。我即马感觉我的人生正足悲哀足可笑，你知吗？啊，你今仔日到底是安怎？为什么你讲的话我拢听拢无？爸，那好不？为什么要否定咱的感情？为什么要变做我无识识的人？是你无识识，是因为这才是我的一面吗？你当初好意就要接近你，所以我想要让你介意我。我唔才会把我的真面目藏起来，只予你看到我的肉体，还有打拼的表面。可是现在这么忝啊，我真正行袂落去，安尼敢会用？我无得接受。
你若是感觉跟我做伙，受压力、受负担，你当跟我讲啊，咱会当做伙去面对，做伙去解决。我不相信自己，你面对我求用都是假。爸爸。你不要跟我作怪，你不要跟我打电话好不好？叫咱两个跟我互相去啊，无什么问题是无法度解决的。只是你的配角，无能力改写剧情的变化，点滴感情的世界。像这是故事最后的主角，心碎的想无要留好伤，多情无奈甲心痛，就由我来收煞。就到这，是的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儿啊，我无得好以后，等下他靠这回去，我快回去了，我不会再担心。我敢来当用这种方式将你杀开，让你卖更入去我甲恁爸的冤仇内底。我知我安尼伤害你，你天助伤心的。如果你敢知啊，我心比你更坚定。好好好，你要叫怎好？我也不多等你啊。好，来吃饭。来来来。这物件这么想买呀？是真的？可能是吧。啊，我回来时阵无拄着婷婷啊。啊，伊个物件就遐尔只啊。嗨，讲这个只哦贵啊哦。啊，物件买买拢唔吃啦，真正是偷钱的。好啦，你莫生气啦。这便当哦，是阮富贵面前的便当，你食看麦，你若是有介意哦，我以后就带你买来给你吃。小弟嘛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哦，比恁小妹哦，较细心，哦，较定真啦，啊，哎，无像恁小妹同款，买一个便当回来，现在就我夹你啦。啊，等我要提起来吃的时阵啊，遐也未吃哩，这也未吃哩，啊，未吃哩，一买回来要我怎吃哩？要他吃着？不是啦，伊是希望你健康，莫食吼，迄伤过油腻。啊，对啦，说听吧。你即摆你富贵饭店上班上得安怎咧啊？袂歹啊，就只因翁仔某真照顾我，你唔免烦恼。哪里哦，我绝对袂烦恼的啦。啊，你来做代做代志吼。哎，玉雄啊，能力拢遮尔啊强嘞，各方面哦，表现拢较遮尔啊好嘞啊，啊，对不？哎，是讲这个婷婷到底是走的多远去？伊若无要转来食饭的时阵哦，伊咪甲我敲一下电话哩，伊即摆出拢无食无信嘞，等等。
都无要点呢，啊！哎，帮侬进来哦，在你电话是我卡，伊若看到时阵哦，伊佫敢若无伊卖接啊，即摆说嗯，侬无要插我哩啦，你去。我来去开门。嘉豪，你哪来？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阿伯你好。大伯伯，你好。林姐，林姐，我到太雅亭上次熬资金回来，啊，要不回来啊？阿伯啊，阿姨拄则是跟你做伙哦，无你哪样呢嘛？啊，就是今日啦，伊就伊火来啦。哦，人听起来足无爽快，我带伊来去医生看。啊，医生看完了后，伊就讲有代志爱处理，就做伊走啊。我们就退药，开始熬最近上顿来。你看，伊讲要去处理代志，啊是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伊也无讲啊。嗯，啊，这就奇怪了。要处理代，啊，伊怎么讲去病院就出来讲要处理代志？哎，啊，连电话拢无要阿接呢。是哦，我靠，伊嘛无接呢。啊！那干嘞？你到底是到倒位去的啊？伊敢袂甲迄个男朋友抓你出去啊？哼！啊！伊若讲要去找，叫你直接去倒啊？啊！何必啊？就讲什么要处理代志嘞啦？我跟你讲哦，这四字是袂，我袂讲起来。处理代志，这一定是有什么代志啊？哎呀，我感觉这个婷婷啊，不太齐，怪怪哦，怪怪。伊到底是搞当作啥？刚刚给我一个女朋友的名分，说无我得到女朋友应该得到的爱跟关心。可是讲哦，连这小小的关心拢做袂到，那你交往到底有什么意思？你来用用讲这啦。无代志啊，我只是想想想清楚尔。啊，阿伯，你莫烦恼啦，伊应该去找男朋友无唔对啦，我来找伊问看卖，有啥物消息我再靠你。啊，嘉豪，麻烦你诶。啊，麻烦你个，我先来。好嘞，好好，我先行。好，拜拜。哎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，那你嘉豪偌好呢？哎，是奇怪，那婷婷就不，偏偏那就无介意啊，介意只什么，什么什么叫你？哎呦，我看哦，比咱这只咱到一只久哦，更加不看到更加袂顺眼呢。好啦好啦，卖生气啊哈。嗯。哎，实在是好，吃吃吧。嗯，好啦，吃吧。哎，Johnny，我问你啊，雅婷过来找你哈。你即马是咧问我，雅婷人伫咧倒心，敢有人规定讲，你问我，我就一定要回答你。你想是老实讲啊，阮四家拢找无伊，伊全做烦恼的呢。是啊，伊今仔要来找过我。那你敢知啊？伊要去倒位啊？我唔是伊面汤啊，伊也无甲我讲，我哪有可能知影？你讲这啥物话哈？伊是你的女朋友呢，哎，即摆人无去，恁咧无要无紧，你敢真正是男朋友啊？歹势吼，从今仔开始，我甲雅婷早就已经无关系啊。以后雅婷的代志，莫过来问我。哎，你讲什么意思啊？刚讲你分手啊？无唔对，是主动讲要甲我分手。安那，这下你满意啊？吼，你怎会讲我这么轻松哈？当初是你，你讲你够爱，想要重新做伙呢？爱什么讲分手，你就分手。你根本自头到尾创着伊的感情啊，你真是笨手你啊！我是笨手，哪奈你？卖俩准讲我唔知影，你对雅婷有意思啦。甚至我搁怀疑讲哦，伊今日坚持讲要跟我分手，就是你在背后塞人。我是笨手，照安尼讲，你才是真正笨手。无怪人咧讲，律师的嘴好累累啦。重要代志拢是你，你竟然好意思，把全部证明送回我家来？我无你所讲这样卑鄙，我就说，我自头到尾拢是好朋友，你关心伊尔啦。你们就是伤过冷淡，对伊伤超过，因为想要跟你分手的啊。好朋友的立场，无啦，你这样要紧，而且你唔甘意，无你归去哦，该做伙好啊。
卖点了，改改叫，靠叫嚣呀！改做伙啊！帅哥，无叫嚣啊！早就跟你讲过啊，你是拍面啊，你想我是卖白肉？我冇讲过，所以较对不起，我准备放你走。刘强，这不清楚啊？今日是雅婷主动讲要跟我分手的，我无对不起伊啊！伊这么爱你啊，恁两个人不管讲伊想要跟你分手，一定是你有做什么对不起伊的代志啊！在做什么好代志？你紧讲！就算讲我有做，是关哪？跟你有什么期待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今麦跟雅婷分手，对伊来讲是好消息。你唔是足介意的，紧去追求伊啊！卖点么妖怪假势力啊！你实话袂讲啥？是不是我讲了准准准啊？今麦我见晓登手去啊！刘佳，你真系土皮疼。我冇讲过，只要你敢欺负伊，我就会放你耍。想要替人出头，吓死吓死，假路啊！阿妹啊，哎，庄尼啊，甲雅婷分手啊啦，你免烦恼，我知影伊可能去一个所在，我来找啊。你妈啦！那人亲像你安尼啊，在这种所在一直饮酒啊，就算是叫分手哦，也袂当安尼啊。你无听人讲，喝酒浇愁愁更愁啊。你哪会知影？我跟我男朋友分手啊，谁跟你讲的？啊，就我替你甲阿金金送登去厝，啊，你嘛找无你真烦恼哩啊。我就只好去找恁男朋友，找男朋友问啊。还是讲你已经回去了？安怎啊？你在哪会受伤啊？哦，敢是为着我去到江宁小怕？是是，我安怎？伊嘛我怕着啊！怎叫你遐来家暴啊？是我感觉我无爱伊啊，我要甲伊切，我要甲伊分手的。是我无想要浪费时间，是我感觉我雄雄我无爱伊啊！你想做要跟伊相拍？是啦是啦，是讲啊，既然呢，你想要老白菜啊？我最喜欢野白菜啊！是我感觉我以后无需要浪费时间一直等伊，我以后无需要因为伊的情绪来影响我家己。我真是怀疑马赛啊！我真是天然心魔啊！我当然相信啊！阿兄，啊，既然安尼，咱先转来恁家好不好？
恁爸甲恁姐拢真烦恼你啦。我不爱啊！今日我恢复单身啊！我要庆祝，我要饮酒，我要庆祝。哎，麦哥你妈啦！麦哥你妈啦！好啊，恁呐！哇，你定爱好啊庆祝，我恢复单身，我甩掉大烂人呐！哦，既然是你恢复单身，安尼我陪你庆祝安尼会用的无？来啦！就是讲啊，比古我不如。唔知体贴，更唔知浪漫。就是讲啊，是你个真歹咧。我甲你讲啊，你几千块拢无优点啦。我，你就是讲着阿妈两届，再加伊两届啊。你放心啦，无第三届啊啦。嗯，有诶有啊，以后我的渣男快乐。下一个男人会更好啊！下一个男人会更好。嗯。脾气独角，我要把晒哦，你是今年是苦，我无人介我。相公无啊，你哦真正是白痴过喇叭啦。像啊。啊对。狗公啊。对。像啊，你看。无人嘛，对对，像你讲像你大声好无？像介意我？对，哇！我就爱心胸嘛，你靠！不！哎，先我的，哎，先让我去，先让我去，啊，拍死，我们只要刚刚。来，你先起来，头卡足冷，快点，来换你，你唔知火候，你看完足危险的。林家，你真正是，来啊，火候啊。哎，你若是跟我做伙，不过再问。好困啊！你看你爸爸都好，我要点幸福。刚刚你唔知影，只要跟你做伙，就是我上大的幸福。阿爸，我们的明天就跟阿奶奶啊。第五辈啊，刚刚是因为这段时间我受过幸福，你叫我袂记离阮拜完寿。所以，就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来搞提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其事的笑让人心疼，不问你到底怎么了。而且是哦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你也听清楚哦，就是你敢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别再哭了，别再难过了，还有我在呢，在这一刻。别后悔了，再多的傻和错一笑带过。Please don't cry,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放下所有遗憾，转身之后有我为你守候。结痂的伤口还醒着，你的天真沉睡了，你对爱不再期待，我该懂了。你说着曾被抱着，他害怕他却走了。阿爸，别离开我好吗？我懂，我爱跟我不开。故事里第三人称，别再哭了，别再难过了，还有我在呢，在这一刻。别后悔了，太多的伤和痛终归是梦。Please don't cry, 是的，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 我一定爱离开，拥抱你的勇敢。我不是不爱你，是我无得够爱你啊。转身之后有我，你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你。我们曾越过曲折，咱两个还是要继续走下去。只会伤害你如此。我们曾笑谈人生，向前走，别跟我头看我。为什么开始咱已经摸到跟手跟手走在同一条路啊？再会，我最爱了。Please don't cry,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某天再遇到爱，遗忘了我，我能为你守候。这边啊。是请阮上爱食提拉米苏，你等阵若是看到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唔知回来未？啊，嗯，今晚包我伫遐，人应该是回来啊。哦，安尼上好啊。请问，阮回来哦。阮阁有买着你上爱食提拉米苏，紧落来吃呢。请问啊，紧落来吃。请问，敢会是伫实验区才无听到啊？请问平常时包包别安尼胡白乱弹，敢不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来看卖啊，我跟你做一起。你哪底哭啊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不是阿邦欺负你？你才会哭到安尼？一定是阿邦对我。自你甲伊做伙了后，较早我迄乖巧小妹都完全拢变啦。你敢知影伊对你的影响偌深哈？较早你是根本就无可能会啉酒醉，结果你竟然会酒醉，甚至阁为着伊，把我这个哥哥当作是私分人。请问阿邦到底是对你做啥，才会让你靠家安尼？你们就紧讲。你别跟我讲，我不许讲。
什么艰苦的代志，做你甲爸讲，爸替你做主，啊？这是我甲阿芳一家的代志，你莫管我，你先出去花钱，爹家先静静。一定是阿芳欺负你对吧？你唔紧控，好无要紧，我即马随家抓回来，我一定在你面头前甲你毁死你。等下哥，莫去啊！不是阿芳的唔对，不是伊，不是阿芳，安尼是啥？啊，你唔着甲爸讲。阿芳讲要跟我分手，我已经分手。啊？迄个唔正经是凭啥？伊是什么原因跟你分手的？爸，你莫讲问啊，好无？我即摆心情足大，我无法度跟你解释。哥哥，你莫走去找阿爸，他要出去。我一人伫房间冷静一下，好无？我拜托你。好好好，好，你快啊！无，我卖甲你吵啊！你小冷静一下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有啥物代志需要我们斗相共啊，你一定要甲爸爸讲啊，知影无？清月啦，你若是要找人讲话，最好找我。无你甲，你甲我讲讲了后，心情会更加轻松。你若真正有需要，哥永远拢会伫的，知无？哎，两个不是感情足好诶，嘛无听过清文讲伊两个人冤家啊。啊，是安怎阿芳无代无志，要跟清文分手啊？我唔知影诶，我若是知影原因，我一定代替清文好好教示阿芳。阿芳真足超过诶，老实讲爸，我感觉阿芳哦根本就配袂起清文。清文万一甲伊做伙，对阿芳来讲已经算足好运啊，想袂到。伊竟然敢欺负清文，甚至佫主动要求要分手。迄当初我知影两人做伙，我就感觉讲一定袂有未来。阿芳竟然个性我知知哩啊！因两人若冤家哦，受到伤害一定是清文。头拄我看清文哭干呢，我真足唔甘的。我感觉这件代志怪怪的，你去查好清楚，那是阿芳有做出甚物对不起清文的代志。故意用这个代志来做借口，挑故意要跟清文分手，我绝对袂放伊耍。爸，做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把分手的原因查出来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好，你去查，我先去休困。是。看见阿邦收到相片了后。开始在调查，莫迪卡的卡手机已经知影真相，才会主动讲要甲清文分手。看起来我计划成功了。芳哥，啊，这时阵才来厝啊？你拄仔不是讲要甲郭清文处理，卡才紧就当啊？哎，我问你，哎，郭清文敢有开始甲你去求婚啊？你哪知郭清文搞求婚的代志？无啦，都。伊了之前有问过我甲妮娜的想法啦，所以伊要甲伊求婚的代志哦，阮大概知影啦。伊还是出啥物状况啊？你看起来敢若多好过感觉。我知啊啦，一定是迄郭清文甲你求婚，伤感动，感动到哭出来。
以后别家在我面头前提起我穿这三件。阿罗，你冤家哦！我知影啦，你一定是感觉哦，做囡仔安尼开嘴跟你求婚，伤过无查甫人的气概啊！哎呀，你以为安尼冤家哦？啊，这个代志根本就无需要去计较，讲是丧心鬼吹的。我跟你讲啦，听我苦劝啦。冤家分手啊！啥？林焕啊，恁两个？阮结婚手你是条无？恁真正分手啊？那是变什么梦啦？那郭青云这么好的查某囡仔，要叫割手了，困难啊！你敢知影？啊，你竟然提出要改分手，你一个气笑哦！你即摆讲出这话，你也有改要挽回，足困难的，你知无啦？你一定会后悔的啦！郭青云这人这么阴天又个奸诈，我若是把这件代志讲出来，让大家知影，不得靠。会打草惊蛇，我看这件代志，还是愈少人知影愈好。佮再讲，伊我若是知影，无得卡，会害伊去互拖累，去互郭建兴利用，还是伤害。为着伊好，我看我是先莫甲讲好啊。为着分手就是分手啊，你莫甲苦劝我。慢慢甲讲一寡话无，我不是要听，嘛不是要解释。你是咧讲啥？迄当初是你要去郭青云的时阵，我是尽全力咧来斗三工，啊你无简单，甲又甲手恁。啊，今嘛含一啊理由都无，啊发分手就分手哦。你是搞这个平衡动作是啥？叫你们两个是听我心啊！我是真甲你当作甲你兄弟。才关心你的，我是真正把你当作家己的妈子，把你当作我爱插你哦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嘛较拜托的，啊，讲一个理由，敢有这困难啊？哎，妮娜甲晴雯是同事呢，啊，我若去找妮娜，我嘛是会甲晴雯见着面啊。啊，我到时阵若看到晴雯，我敢会足尴尬的。啊！你那若为着晴雯甲你骂啦，我嘛唔知要替谁讲话。啊！你嘛搁拜托的，可怜我一个，甲我讲一个理由咧。就是因为阮两个太过了解，所以才分手安尼样呗。勉强算你一个理由啦，要倒本就要插你啊！这张相片到底是谁寄我？这是钟亚莲，是我的敌人，还是朋友？伊跟我爸，还跟郭建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伊寄这的资料给我，又搁有什么用意？不管这个钟亚莲是谁，最起码即马已经确定郭建兴是害死阮老爸凶手。我这么侪年来心愿，总算嘛得到答案了。不过除了知影这件代志以外，我即马根本就无其他证据会当证明伊杀人的代志。我到底要安怎做，才会当让郭建兴接受到制裁？已经变作我一搬去的一粒机理啊！我正足期待看到伊甲郭建兴两个人伫我的计划内底小打小谈，看起来我会好好安排刷落的每一步，我会看因两个来个老鬼老弟，我一定要甲晴雯变作是我的。小姐，啊，你讲万一真是假是？应该是讲爸的目睭白金一个啊，然后搁揢起来啊，
啊，迄个时阵吴院长嘛伫咧现场，伊就马上替爸安排检验。我甲俊生哦，即卖咧等检验报告。我听讲爸坐落轮椅，佫还要出代志。哥，你是安怎要大主大义，甲爸载出去病院啊？爸倒伫咧病院内底，真久无拍一头啊！我看天气遐尼好，想讲载伊出去拍一头，互伊感受一下自然的空气，安尼。伊的身体不条条当，真紧就好起来。小姐，伊的熊熊发生迄款意外，你唔知影。既然你甲爸送出去，你就要负责伊安全。你哪会当让伊发生代志啊？无采你正常，遐尔啊认真，遐尔啊谨慎，你让爸抱来轮椅，万一爸有啥物事甲插，你是会当负责哦？你即摆是啥物款的态度啊？你即摆是咧怀疑讲我调侃我爸抱落去是毋？毋是干那你友好，你会关心爸？我带伊出去拍一头，讲毋对。对啦，少伟，俊生是听院长的建议，啊，院长有讲啊，爸即摆上较需要的，就是亲人来陪伴伊的身躯边，安尼对伊来讲有足大的帮助，所以我甲俊生才会想讲带爸出去行行的啊。啊，原本伊找拢足顺利的啦，谁知影忽然间，迄轮椅哦都挡袂牢，再害爸哦差一点仔出意外，是的啦，你莫遮尔啊受气啦，因为吼你若是要怪就怪我啦，迄轮椅是我送的啦，是我无细腻啦，是的啦，是的啦。听讲万里的白酒白金吗？真假的？啊，伊是真神还是？啊？医生来，你家己问伊。一定，一定。啊，这下万里状况是安怎啊？健康报告出来啊，那你要白忙哦，结果啊。各位。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大家报告。经过检查，葛当所有所有的指数拢有提升，爱试个机会哦，卖增加。你的意思是，伊会清醒过来啊？啊，那呢，佫需要偌久时间呐？伊当时的清醒哦，就无多确定啦。也毋过清醒了后，可能有后遗症。有什么后遗症？每种状况不同款，有的人脚手会麻痹，啊，有的人会失去讲话的能力。也毋过有一件代志是确定的，唯一能确定的，就是亲人的陪伴，就是对葛董事长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所以恁大家人有闲的时阵，得直直陪伊讲话，啊，搁陪伊。我相信哦，恁大家都要来叫醒起来。万里，我是丽君，那阿婆已经结婚三十几年啊，我知影，你是唔甘我，还佫唔甘三个囝，所以才坚持到今嘛，对无？既然安尼，你一定爱坚持是。我甲三个囝拢在等你，你若是真心，若是好起来啊，咱一家伙也着来团圆啊，对无？万里，我明明无你，三个囝嘛明明是去伊的爸爸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跟真心好，我拜托你。万里。一世人遐尼啊长，咱两个人做伙的时间算是遐尼啊短，卡孙也会用的，我甘愿
切我的血手来换你的健康。不管以后会变安怎，我只要你赶紧醒过来，我甲志明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躯边，请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。爸，你敢还记得有一次你来夜市啊看我，俺爸仔一边吃烟尘，一边开讲。时阵我真正足欢喜，因为迄是我头一次这尔啊这近去。我即马真正足后悔，因为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我唔捌互你欢喜过。爸，你一定爱赶紧做决，我会当报答你对我车勇的温情。咱爸仔可以当坐伫夜市口，做伙吃烟尘，好。爸，我是佳佳。虽然哦，我过来高考无偌久，你就出代志啊。啊，唔多，我会当感受，你是一个真威严。对时势真好，阁真有责任感的查甫啦。啊，你是咱国家一家之主，我相信哦，你一定袂无讲一声，就甲家庭甲事业放咧唔管着无？爸，啊，然后对你就有信心了哟、哦。俊生哦，嘛一直甲你当作是偶像，你为着阮大家，你一定要加油哦。哎，俊生来啦，进来啦。甲爸讲话，叫爸一定要加油，记得。俊生啊，你是咧丢毒啥啦？紧的啊，紧甲爸讲话啊！我想要讲的话，拢互恁一人一句讲了了去啊！我是要讲啥？我相信我甲爸伊是心意相通，就算我袂讲，爸伊嘛会当了解我对伊的心意。妈，我本来有个代志要处理，我先离开。你什么意思？哎，爸，爸清醒啊！爸清醒啊！这是什么所在？啊？这是白银。你倒在眠床顶，昏迷顶足久啊！班弟，你是谁？我是给你看守30几年的太太啊。你不是我的太太，我不认识你。我的太太呢？我的太太是玉华。玉华，你站在中间，赶紧过来啊！就思念你咧，志明咧，
你在我的家。你不在家，这边的伤口啊，你没做修理。等一下哥，我小弟马上找伊过来看你啊。那你好。你是不是睡太久啊？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不记啊？你的太太不是王玉华呢？你的太太在这呢？你又是谁啦？我是你的新妇佳佳。不对啊，志明才在读小学而已，哪有可能有这么大的新妇啦？志明当时娶一个无大志啊！哦，爸，不是啦，不是无大志，我是你大汉后生俊生的太太，你的大新妇。那不是敢那志明这个囡仔尔？那当时又搁有啥物大汉后生大新妇啊？啊？爸，阿叻。你敢知影我是啥物人？我会认得你。你是在也是来打的，吼？是啦，不过我……万丽，你是少伟啊？你的第二个后生，敢问你拢袂记啊？第二个后生？咱当时阁是一个后生这大汉，爸，空空你真正什么拢袂记哩，连我你嘛袂真实啊！我当然会认得你啊！你是医生？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爸，伊不是医生啦，伊是……唔对，唔对，我知啦，伊是医生后生。葛大处长，你敢袂记的？你是啥物人？我当然会记啊！我是富贵饭店的董事长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恁你敢袂记的？恁某是啥物人？阮某玉华，阮阁一个囡仔叫志明，即嘛咧读国小。辛辛苦苦打拼奋斗半世人，结果你竟然讲外口的狐狸才是你的某，哪会我呢？我手来滚的，我的青春都狐狸安尼，我到底是算啥？你跟我讲。是的啦，这位太太，我真正无熟悉你，我的某。可来一个啊，玉华。啊，玉华，你太袂哭，你到底当我无在万里辛苦买的时阵，该下啥物药啊？阿妈是爱伊，就是可来伊个，你是对手人啊，三手人爸爸的母鸡啊！就讲过结婚也拢放袂记嘞，啊！你讲啊，你讲啊，是安怎？到底为虾米？到底为虾米？我无对做啥，我就是唔知伊想出来变哪样。
你别这么改，绝对是你三郎万里，三郎伊在放母放子，你想要霸占我这大富的位置，你要想过来加油，我来跟你霸你来，你妈妈，我丢你！太太了，太太，你老公以前在美国在那边拍，你给我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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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我是小杂婆，我把我给抱起来，为着你的心过来，都搞到后头我跟耶稣相处，我为你付出一生才追你，你完全都不跟你的心过来，告白你，你啥物人对待我？你良心是用狗毛给人笑？我早要讲话，哪会这歹听啦？头哪会这痛？玛丽，玛丽，你有要紧无？啊？伊丢，谁做伊头壳搁疼起来？谁做啊？个董事长，伊拄啊精神尔啦，虽然身体还袂恢复的，所以大家莫叫了伊。可以好好休息啦。好，你先好好休息。好，别想遐济，别想遐济。弟弟啊，为什么阮爸干那会记得孟啊，还佮有志明，啊煞甲阮其他的人拢放袂记啊？哪会安尼啊？佮当时你有身体检查报告啊，进前跋咧楼梯的，还有拢有头壳，有严重的脑震荡，啊，呼吸基地的海马回。你有受伤吗？所有一部分的记忆哦，会失去。所有一挂代志想袂起来，有一挂代志想袂起来。这三就头拄讲的，这是后遗症之一。爸，伊到底是真正失去记忆，还是假作失去记忆要来试探我干嘛？你大家莫紧张啦，伊这种情形哦，只是暂时的啦。所以恁大家待会好好歇睏，你莫甲伊搅了。啊，甲过去的代志，豆豆讲给伊听，安尼的记忆，豆豆得恢复啊。即马爸醒过来啊，就表示你爸出代志的真相愈来愈接近啊。即马，多把一挂时间，给伊豆豆去收起来。代志哦，得水落石出啊！就当哎。还阁无看呢？有物件是要来阮公司卖啊？好啊！哎呦，老朋友啊，哪就这样客气？没问题，好，等你来，啊，奇怪，哪会敢那有人在对我？
为什么要阻挡我？你唔好多经过看到你，阻挡你，你都要出代志啊！你是在想啥？你竟然想要去杀伊？你到底是怎个歹气是不是啊？这是我唯一想要做的，嘛是一定要做的代志。你莫搞阻止啊！我老婆就无阻挡你啊！你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就讲。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，摕我这条命来到国家跟陪多好呢！你若想搞当作是我兄弟，你也莫阻止我。我就是该当作是兄弟，我怎么阻挡你？我之前跟你讲过，你这样并不单纯。你是不是发现你违规选择，再这样受骗？这件代志你知影如何如何，惠弟，这是我的家来说，你想啊？我哪可能无知？你今日到底什么天都在玩笑？你竟然想要杀伊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夏沫，你若是敢不夏沫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来啊！那是炮弹，我的气势啊！走你吧。佮看在我嘛不肯对我家己兄弟出手，你想好啊？你若真正搞到我是兄弟，你就甲我讲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冤仇一直在我面头前，我无多找伊报仇？为什么这世界这样无公平？你跟我讲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让退休了。伊竟然是害死恁爸凶手，哪样呢啊？本来我嘛唔敢相信这些是真的，唔敢所有见过那人证明，关键个就是他是我老爸凶手。我早就讲过啊，这人无遐尼简单啊！因来害阮家尤家，你要上千万，搁我都摕到便宜，直接当所谓的，确实是真厉害。我只想袂到，伊竟然发到害死恁爸，搁煞要发我，你来这么看我？你拢唔知道一过工我是安怎过的？我真正过了足痛苦的，我唔敢相信讲请问爸爸就是杀死阮老爸凶手。伊讲到不甲陆家煞提，我煞等到救一命。我爸伫天顶的，若是知影我安尼做，一定唔会足忍心的。我真正是足单纯足好笑。我猜啊，我之前甲这么尊敬伊，这么感谢讲伊对我的栽培。我现在甲想起来，真正足好笑的。原来我只不过是过境的一个机器尔，我只不过是个咖喱昂啊！真乃当怪你啊！阿尚想袂到，一个事业成功的企业家，阿竟然是杀人凶手。而且，伊明知影你的身份，佫敢了你的身躯边，还处处利用你，阿真正够恐怖呢！一个卑鄙的少年，伊早知影我的身份啊，嘛知影我嘛正是失常啊，煞定定安尼结定定，答应请阮来跟我做伙。是要利用青云的感情来控制我，让我以后无得向伊报仇。伊连伊查某囝的感情拢有法度利用，伊直接是一个恶魔。我若是我亲手甲杀死，我唔甘愿啊！你若杀死，你是坐监呢？你是去坐监？青云是要安怎？我已经甲青云分手啊！为什么啊？你敢知影青云？伊看到我妈过世，伊为着不要一个人活孤孤单单，走来向我求。不过我所无当接受这份幸福，甲伊当点点甲杀开了。因为我怎啊无当向伊开嘴讲，伊老爸才是杀死阮爸的凶手。我真啊无希望，青云家里边我甲伊老爸冤仇来滴。是安怎？顶一代温婉，啊有你来承担嘛？这根本有天理。但是因为我爱青云，所以我今麦唯一想到的，对上界好的方法就是安尼啊。前我妈已经死啊，会当证明过去就是杀死我老爸凶手的证据，无拢已经无啊。我该杀安怎？
你敢知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点仔办法拢无？过去即卖会当变成一个有钱有势、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，我是踏着我爸的尸体所得到的。你敢知这十几年我不是拢会做梦，梦到我十岁迄时阵，我一开门入，就看到我爸倒伫个涂骹流血，迄种画面。不过伫这个时阵，过境的煞已经变成一个人人敬重的大头家啊！我到底安怎做，才能让人看到伊真面目？还是咱去找当年把你扳命的警察蔡焕安？无路用啊！当年线索伤少啊，我妈妈已经死啊，即马证据嘛拢无啊！我即马唯一会当做，就是我家己方式来替我爸报仇，替我倒讨一个公道。你唔当这么失志啦！我相信哦，只要侬卖放弃，一定可都杀到伊的枕头，或者是法律的制裁啊！我是搁要等外国，你是该我搁等外国？你敢要查住就我查，过几日是杀死我老爸凶手了，我只要一确定，我就是想要立案啊，替我老爸报仇！啊，刚刚你为着一时的报仇，到底是啥乌有去哈？恁爸已经叫伊害死的，刚刚连你还要害三落去哈？啊，你敢有价值？我相信爸妈也无希望看到你安尼。我这是你，你跟我都吞论，我都吞论，你嘛啥论啊？一切人心胸修罗，个性遐坚强着，真歹杀到伊个枕头。你家己想啦，伊即马全部的身手，拢是用恁爸的命换来的。你真是害鬼了命，你敢命？是啊，伊害我跟我妈痛苦十几年，是太鬼了。法度解决嘞，无唔对啊！阿仁卡爸冇胖啊，伊当年所做嘅代志一定唔算数，你若做去找，咱唔拿回生意，伊当年所犯嘅错误，咱硬救落来，家属恁爸物件全部拢还好你，迄物件都是报仇。你讲嘞无唔对啊！伊为着小贪杀死阮爸。参照伊这种人，一定有弱点的。若是想要打败伊，就要针对伊的弱点对付。阿哥有啊，我相信你敢亲话是真心相爱。你唔通因为伊应败关系，放弃你的感情啊！你真正无价值，你知无？你好，我有买点心哦，放在办公室。你若有闲，就去吃哦，哈。好，多谢夫人。自从爸爸过身了，我这二十年来，家己一个人奋斗。我无一天无在想讲，要甲院长的大位抢回来。今嘛，我总算是达成愿望啊。妈的朋友，我应该尊称你一声义丈夫人，公司分明这点。义丈人呢？啊，你今麦伫 VIP 病房啊，迄富贵集团的高夫人不来啊？高夫人来啊？哦，哎呦，那呢我应该去关心一下。啊，义丈夫人顺便。做三十几年翁阿婆，想袂到伊精神了后，竟然甲我完全拢放袂记，敢若会记咧忘记我？原来我伫个万里心肝内地位，根本就甲迄只狐狸精袂比起。我就来过个人生。是哪会过到这尼啊悲啊？抓！
那你现在身体状况安怎？礼拜啊，来复习到一个阶段，应该两个出院啊。啊，所以恁家小弟会晓，多谢照顾病啊。照顾病啊！我告诉你，伊会当去倒一个，我想买足清楚。王永华学得好啊，我袂落。我得了个当处长，是给记得啊，只是暂时啊，你得卖烦恼下。记得，你的意思是不是？总是讲万里，伊一定有法度全部拢收起来，对无？有法度收起我，收起阮全家伙啊，对无？就无得决定啦，毕竟失去基地哦，这个原因是复杂的。而且阁当处长，伊的脑部受严重的伤害，不是讲解决其中的问题，这就用的啊。不过这是这方面的权威啊，这一定有法度好办理恢复基地啊，敢是？这机会不大啦，严格会当甲你保证的就是哦。我得一日去斗三工，啊，是不是那个地方好？这得看地公伯安排啊。地公伯啊，我得跟囡仔变成一款结果，都是地公伯安尼做，我做唔到代志。不管是阮妈春生的心事，或者是阮妈万里是安怎会跋落楼梯，为啥拢是害万里会变成今仔安尼的原因？丽桂啦，你莫好白想啦。若是安尼哦，不管是对于你，还是对代志拢无帮助。你得坚强起来，你得等到阁当处长收起来那一天啊！奇怪，虽然讲清源足关心病人的，也毋过万八甲病人有遮尼亲密的动作，秘书敢若实在足侪年的。清源啊，啊，今麦是甚物情形啊？哦，啊，高夫人啊，伊咧艰苦啦，我咧安慰伊啊。阿叔，我要去洗手间。高夫人奈第一好啦，哎，今麦是高当处长的病情恶化。哎，唔是安尼啦，啊，着等高当处长的家属哦，塞去一拍里头啦。阿无小心跌落去，阿想袂到讲竟然醒起来。哎呦，那恁应该欢喜呀！阿哥当初你醒起来了，说袂记高夫人是啥物啦？阿干来记李邦，甲李邦生的囡仔，阿连各家其他的人哦，完全拢袂记。哪会发生这款的代志啊？无怪高夫人遐尼啊伤心。高当处长安尼哦，真正是比无醒过来佫较伤人呢。你是应该好好安慰伊啊！哎呦，我本来哦是想要来去慰问，啊，看这个情形，我看还是先莫来去，不会歹势哈。啊，对了，后面再要展开疫情的代志，你佮安排好啊？差不多啊啦。你拢唔知哦，你即马做院长了哦，大家拢小真要陪你去啦。甲咱以前哦，爱一个一个拜托，完全无同。病院这个人哦，实在是有够现实的。哼，我都偏偏啊不爱和因对。其他的人哦，我是不要紧啦。啊，不过天宝哦，伊真有天分的，只是欠我咧啦。所以想讲哦，明仔带伊做一去，唔再搞这意外。啊，毕竟哦，迄是一个辛苦的代志哦。爸妈，这拄啊好，无你家己问伊啦。伊丢夫人，啊是啥物代志啊？
您爸爸哦，明仔载要来去偏乡做义诊，想要问你讲哦，你有想要做伙去无？偏乡义诊，去款所在，对我前途一点帮助拢无。我去哦，可能是浪费时间尔。我当然嘛要去啊，啊，这是真好的机会呢。我来当对你爸身躯边学习，该当帮助迄偏乡的病患，我当然嘛爱去。你看天宝哦，真正是足不代志，你阁烦恼讲哦，又无想要去。真好，养才就天宝啊，这种少年人哦，遐了想的哦，无偌济啊啦。天宝啊，明仔载我要增加义诊哦，这个活动我规划真久啊，啊你喊我去哦，会当看到大病院看袂到的病症，啊佮状况，毕竟这是济哦，读袂到的。你若是要做一个好医生，你一定要参加。听爸安尼讲哦，我对这届活动真愈来愈期待。爸，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阿爷，为着前途，不管什么代志，只要会当回两个欢喜，搁安怎辛苦，我拢愿意去做。你找我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代志？你的面色啊，这么歹看，是林大爹。阿胖啊，你个情况到底是安怎了？啊？医生回来啊，靠个足伤心的。讲恁两个已经分手啊，是吧？无唔对啊。秦雯为着这件代志啊，食袂落嘛，困袂去。我要出门的时阵啊，伊阁关伫房间内底，唔肯出来。我看你实足艰苦的啊，阿爸，我真正是把你当作是半主同款的。我叫是讲你甲秦雯做伙，会当予伊幸福。阿你奈，你敢袂当甲我讲，你甲秦雯分手的原因吗？过几天你这个小命多贵，我今仔做想要即马就随家杀死，替王爸报仇。阿爸，我爸这摆来问你话，你是无听呀？还是讲你对秦雯只是算算的尔？你根本就无想要对伊负责啊？我对秦雯的感情是真的，只是我妈的事对我打击伤大。我嘛唔知虾米时阵我才发到症状，所以我无想要浪费的时间，才选择放手，互伊去找出伊家己的我。那呢？请问伊敢有同意？伊即摆一时间应该还阁无多接受的。不过我即摆安尼，我真正无迄个心情，甲继续讲感情的代志。我可能是要赶紧完成我妈的心愿，找到台是我老爸凶手，替我爸报仇。你安尼有情分设想啊，伊应该有法度体谅你的心情啊。搁再讲缘分这种代志是袂当勉强的，无你讲是恁两个起码无缘啦。啊，不过未来代志吼，谁拢唔敢讲啊，哎。阿弟弟，你一定想要替恁爸爸妈妈报仇，看我找到什么线索？有啊，之前我咧整理我妈在世之前留来物件时阵，有发现一挂背起我唔知的线索。是
什么可能算数？我系，我爸在世之前，敢那是南区工商促进会成员。对啦，当然，我是要问你，你敢有听过这个话？听过，是啊，我甲听讲哦，这促进会内底成员有真侪拢是咧做演员呢。安伟当诶，你是做演员起家，所以我才想要问你讲，你敢会知影一寡代志？恁爸过身已经十几年啊，迄个时阵啊，我只是在经营一个小小的出租店，而且根本都无时间去参加什么工商会啊。啊，是讲，恁爸过身甲这工商会有甚款的关系啊？我有找到一本工商会的通讯录，我打电话去问过伊遐的老会员，伊甲我讲，我爸在些季节。也是在做营运的，而且生意做了袂歹，佮拍算要拖掉。不过嘛，唔知因为甚物原因，就用台死。就连伊的生意还佮合约，嘛做伙拢去用手去。阿邦连这拢问到啊，那安尼应该知影，当年得到上最好处的人，就是我。对啊，当然，我嘛查到一挂资料啊。当初时，迄个害死阮爸、抢走阮爸生意的人，伊即马敢若过甲做逍遥，而且事业嘛愈做愈大。你敢有兴趣是要知影这个人是啥？阿爸。你现在是在创啊？你搁在怀疑阮爸的心？阮爸有法度今日成就，拢是靠伊家己拼出来的，甲恁家的冤仇一点关系拢无。你是安那？伊头壳又搁歹赢哟？好啊，伊把证据提出来，提出来！我若是无证据，我哪敢听这点子讲话？时间过遐久啊，当然就可能会袂记哩。可不要紧，凡是你看到这项物件，你都会记起。竟然让伊找到我甲展静和唯一的相片。这是。我怀疑当年台新阮爸抢走阮爸生意的人，就伫这个相片内底。当然，我提这张相片过来让你看，还是因为我知影你会当面看。反正这些相片内底有你熟悉的人诶，歹势，我拢无熟悉啊。是讲，你哪有法度确定内底有恁爸爸冤仇人啊？因为这个相片啊，去我妈藏伫一个足秘密的所在。连我都不知道，那是后来他死了后我才找出来。在我妈精神失常了后，我爸的线索也回来，一直到我妈死之前，他也不知道是怎样，几个人汹汹都这样精神过来，对过去的事情好像都
会记你的呢。所以哦，伊就用伊最后一口气，交交代几句话。哦，陈佩芬叫车弄掉的时阵，我明明就已经确定伊个无开啊，哪有法度我甲阿邦交代代志？当然。你的面色看起来不太好，你是不是人不爽快啊？没啦，可能是最近太卡点吧。你妈妈跟我跟你交代什么话呢？我，伊讲台新闻版凶手在你的相片内底，只是讲话时间太久啊，就连工商会那边我老会员的一寡通讯资料，不容易给找无啊。哇，那是安尼啊，煞是毋是去转去啊？袂啦，我相信伊即卖的科技吼，反射当下这个相片，用个人脸辨识方法来找出我是要滴个煞是。到时呢，我一定当查出迄人在倒位。好佳哉，相片内底无挂，那呢阿邦查几波？也无法度查回我家来，安尼嘛算是有进展啦，啊，辛苦你阿爸。以后若是有什么所在需要斗相共的吼，做你甲我讲，无紧。大伟，多谢你，你真正对我做好诶。不过这阵子多处理了，我卖休书，还有个休息，我卖刷车，所以我今麦身体做乱了。等我过这阵子，我把我的心情调整好了后，我再来去找清文好好讲一下。阿姐，这段时间能麻烦你照顾清文了，我爱啦。阿姆哥见过，不管最后清文是不是想要跟你做伙，你拢袂当阁伤伊的心。阿那无，我是绝对袂帮你说。来，当助理，我这边的卡过。啊，无要紧啦，你做你去无闲，我叫其他主持人啊来报你位，你别烦恼。啊。但是不记起来代志，我先来离开。啊！我看阿邦应该是无发现才对。啊，乔尼啊！你今安排其他主持人啊，来补阿邦的班，等唔等候阿邦感觉吼，伊甲请问分手以后，咱就公私不分，是要该死透咯？我知。奇怪，敢讲我寄予阿邦的相片，伊无都发现到问题伫喺倒。我总算找到台死你的凶手啊！原来迄个人就是我的头家郭建兴，若不是伊，咱老嘛袂不到龙家山体。虽然我无到底只一刀好死，替你报仇，也该继续去让伊利用改搬伊。不过我已经暗中咧收集伊的证据啊，安尼才能贴破伊的真面目。爸妈，你放心，我是绝对袂让伊好过的。爸妈，您甲等我一下。
我要把原本属于咱家的一切全部拢甲退回来。你伫天顶就要保庇我，富贵金星早一日受到制裁，嘛让伊承受着当年咱所受着的痛苦。手走过生生世世。